好，咱来看李顺良祖师伊所述的诗，第一首：幽乌佛佛，绿通通，专注人间何以浓？满腹遍腹行古学，因师判罪见之宏。这吼、哦，这咱祖师的诗哦，看者差不多拢了解啦。这就是咧讲。油鼎啦，油鼎吼、哦，迄油吼、哦，滚滚啦，吼、哦，迄汤足滚的，拢煮一寡在咱这世间的一寡吼、哦，安尼火甲浓，这火浓吼，这吼、哦，若要讲讲浓心高兴，安怎样啊？浓心高兴，就是讲一寡吼、哦、无正经的这个，瞒因翁瞒骗因老因某啦，啊因某就瞒骗因翁啦，行这个古侠，安怎这？无合这个礼仪啦，就是乌白来就对啦，吼乌白来，吼、哦。伊讲你若乌白来，这若要讲就是邪淫啦，这毋是家己吼、哦、有正式结婚呢，这讲的这就是邪淫，吼、哦，就是邪淫哦。家己有某啊，过去骗，过去骗人某去外口吼，甲别人的查某斗阵，啊有的查某就骗人人啊去外口。甲别人的查甫斗阵，这无合理义，这过合。你爱查讲阴司就是地狱，你若去拿这种的压以后，这个邪淫的人吼，去地狱吼判罪，你看到会足惊的。吼，因为咱无去地狱啊，啊祖师吼伊带咱老师去地狱看到，讲足惊的。搁再第二首，讲阴司判罪大之经。野合的奸淫啊，受酷刑。你受挖心难破眼，北皮背脊对寒冰。哦，这哇，这看有可怜无、嗯？这吼、哦，这就是去地狱看。你若看伊咧判罪吼，你看到会足惊咧，会看到会惊。就是专门咧野合嘛，无正式结婚的嘛，乌白来吼，会奸淫嘛，奸淫就是邪淫，受着这个吼，真正吼，会酷，迄落刑法会使讲真厉害啦。伊讲吼，有诶哦，查某诶吼，乌心肝，讲咱查某人哦，心肝上歹啦，啊，查某人哦，迄目睭上歹，所以啊，乌目睭，来乌目睭，啊，有诶就是安怎，这刑法无，毋是讲拢共款啦，看你诶。最重啊！你的环境，为了北皮哦，啊背脊哦，对啊，为了对寒冰哦，你甲看落安尼吼，这就是叫人唔通哦，乌白来，咱吼爱正式结婚，吼咱佛家讲正缘，吼正式结婚，吼又袂要紧，你唔通住外口乌白来，乌白来都会受这块罪，啊，因为有真侪人唔知这个因果报应啊，啊，伊无去地狱唔知啊，祖师咱祖师就讲这个地狱伊受罪，吼、哦，这是咧劝化世间人唔通来，啊，即摆就是咧过来看第三首吼、哦，这第三首就是咧讲，你一个人哪有法度吼制止这个邪淫嘛？修行才成功啦！识之挑伤以防刀，见识戒淫是结合，切乎释放顺道德，不迷理性最为高。吼、哦，这咱祖师来讲，啊，什么叫释放呢？这书海注解讲，释放就是啊，迷乱于理性啦，就是吼、哦，迷沉迷这个女性啦。啊，那查某就沉迷这个男性啊，这拢同款啊。讲查甫就查查某，查某就查查甫，袂使学别来。伊讲吼，这个色里的这个吼，顶端吼有一支刀，吼这个色这个拿成一支刀啦，这个拿成一支刀。伊讲一个人呐，看到这个色哦，吼袂迷乱这个色哦。啊，来修这个吼淫嘛，修这邪淫嘛，会使讲是一个好结啦。祖师就讲，千万唔通哦，沉迷在理性哦，损了咱的道德哦，损咱的道德。你一个人若未这个理性哦，最安怎？最为最高尚，个上要紧。啊，你修行哦，才会成就。你一个人，因为你若甲邪淫落去啊。啊，都爱落地狱啊！要来去修行呢，所以吼、哦，你都爱吼，爱袂使吼，袂使邪淫，袂使迷这个理性，只有最高尚啊，最有高修行，
嘛才会成功。这是咱祖师甲咱灌溉安尼。这是大家要讲啦，这吼，我是照这安尼破灭国语啦，你来看，中国就是吼爱戒严就对啦，唔好学别来安尼。有台南人的心中，望高下面，担刀子不担钱，心是讲得好，身是讲得根本。